各位我们的看各位的好朋友，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的老板，就是我们的陈志伟老板啊，他说你们来看歌台，他送一个红包给你们，来欢迎我们的红包歌后明珠姐妹的朱丽丽小姐。谢谢啊，这个红包大哥吗？谢谢啊，我们大家晚安。是红包啦，给你对啊，应该是红包啊，因为呢，这个气一气，我们华人有两个过年嘛，我们个性有两个过年，一个过年就是小过年，这真正的过年，还有一个过年就是七月，所以呢，真的是象征了我们的过年，新年来了啊，七月是我们的好，你嘛是亲阿妹，如果敢讲话 ，Excuse me， 我丢开门的哈。我们像最佳狗男女吗？像哦。他红我也红，按照你卖我三呀。Sorry， 你是 customer， 我是工作的开门的。那你别给我吊开门了。Thank you， welcome 。啊，然后我帮你拿 luggage 啦。Room number？ Room 1307。1307， OK。有啥控制？我妈妈都来。啊，就是他。演唱会就是9月20号，对，9月20号在圣淘沙，明珠姐妹啊，她的姐姐把她丢在新加坡，自己在香港做生意啊。不要说丢在新加坡，你白天。她的姐姐把她遗弃在新加坡。是啊，苏嘉丽讲了，安照不休想了，因为唱了这做了这场演唱会之后呢，大家我跟我姐姐就要各分东西了。她要回去做她的少奶奶，我还要在这边慢慢的挨日子，这样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各分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分到什么东西？我分到一间厝。哦，未派啊！够唱歌唱了40年，那个时候你们唱歌，我还在看歌台，我还流鼻涕。流鼻涕兼流奶呀，小小的羡慕，小小的。看歌台，你也是拉大。古拜啊，那古拜今奈今天老皮，马都话你管七条，马都提出白波波的嘛是啊。唔是你管你，唔是唔是你。丢啦，过来。啊。输你皮。输你皮。去拉拉。过未派，过但无降低降低。哟，现拉大嘞。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小时候哪里有低速背？没有啦，是你妈妈，是因为你脑部比较高，你我脑部不可能高，那高干你管呢？你看我那白灯，你就知道，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清洁干净的家庭。你看你的白灯，一看就知道哈，你的家庭是出自西北拉大耶。你傻了。你的白灯，你看面粗粗。啊，面粗粗较好啊。哪个老好？这款病你放心嘛，你嫁好啊放心嘛，无查某输家务啊。哦，头先有一个穿白白件物件哦，你也不要跟我讲哦，你也不要跟我讲，伊上马仔去哦，要穿白白了。什么白？什么？白白。白白无啦，我也不应该是穿 Hello Kitty 出来。没啦没啦啊，其实夫妻就要礼让一下，对不对？互相，我你他最可怜了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他的老公逼他出来唱歌。他老公就是那个齐贤呢。哪有？没有。我做到我可以嫁给人家做我老婆，是我一生的幸福。一生的错。也不是，你老婆嫁到你就是一生的错。谁跟你讲？打一点，是真的啊！嫁到你之后呢？还要常常去度假屋看你。我老婆嫁到我好命呢、啊。靠老后面、啊。偶尔打麻将啊，啊，解放大咖修累啊。哎，你唔知，老实讲。要是她没有嫁给我，她还在金马伦种菜。哎呦。老实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娶到这样的一个老婆很好了。你进去度假的时候，她每个月进去度假屋。不是度假啦。我怎么没听到？刚刚讲啊，邓连根啊。度假，知错不能再做错，好好做人不会错了。老实讲，如果我那是讲哦，那是讲我就是别人来讲哦，炸掉哦，你得去哦，你得去迄三个月内面哦，炸掉哦，带囝走了，我无骗你，他还会带你的囝走。我还抱着怕死无走，佫带走。哎呀，那就是讲你抱戆了，怕死无走，打死都唔走的，你真系痴线的你。Hello， 哈？死了安怎走？你死了咩？无啦。来啊！感谢大家支持哈！如果你们要买 CD， 可以带着右边就可以看到我的老婆的真面目。那么舒不舒服啊？你问了。
爺婆叫做阿女，青女，青女，青女啊，青女，啊就叫青女，她叫梁玉清嘛，青，青啦，啊，一个青色的青上面一个草字头，就青女啦，青女，青女，青女啊你，咁样阿丽女啊，你今晚做咩歌啊？